老师好，同学们好。然后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，把自己的高度，找到自己的尿床。之前有练过没有，宝宝们？没有练过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力量和柔韧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那好吧，特别是柔韧。好，然后呢？今天我们这一堂就是空中瑜伽呢，会教大家简单的一些动作哈。先从我们的热身开始。给你跪下，脚背很好，双手呢来到自己的小腹前侧，对，双手去重叠，很好，关闭双眼，我们现在开始练习呼吸，去放松自己的身体，提高自己的专注力。好，随着下一次的吸气，我们打开双眼，去吸，双吸离开地面，把自己拉起来，好，眼睛可以打开了，关的起来。好，拉好了呼吸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身体向前送，臀部往后推，臀部往后推，臀部往后推，把腋窝打开，什么呀？拉长，要靠后，加油，加油，没关系，在这个位置停留，去拿一节一节的拱背，好，呼吸，延展推出去，呼吸。加油！哎呦，怎么感觉这么搞笑？笑死我了！可以了哈，延展，核心收紧，然后把你的枕头向下，好，胸腔上移，哎，对，把腋窝这是开肩吗？这是暖开胸，开胸，对，加油！这根本好，把你的对啦，手臂伸直，这不可能做到吧？可以，你看他们都可以。好，那你起来，放下你的双肩，感受自己的腋窝打开了没有？开回去，做胸的话就可以。你开回去了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双手落地，好，落到自己肩膀的前侧，来落下来。落不下去怎么办？落得下去，完了，这怎么落的？落不下去，我开心啊！太强了。我们把另一只也看上去做平板支撑吗？这做俯卧撑吗？这做平板支撑吗？做体式吗？对，做了斜板，然后做动态。加油！靠你们的腹部和腹部没了。腹部消失的腹部。消失的腹部。离开你的吊床，往后走。哇、哦！哎，对，然后把左手的手拉过来，右腿。哇、哦！转两圈就可以了。哇！天哪！好，然后我们转到两圈或者三圈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你的右手抓到最高的位置，右腿屈膝，点在哪儿？膝盖的内侧，左膝盖。稳定好过后，来把你的左手延伸出去 ，OK 吗？这不就是那个杂技吗？杂技。先一步一步来。小林，哇，你怎么的？加油，马上，哎，走。为什么我这这么宽呀、啊？为什么我这这么宽呀、啊？你把它捏好吗？对，要捏住它呀。好，天哪！对的，你落在你脚跟的位置啊，不要在脚跟，也不要在脚掌。在，稳定住，不要跑，我们现在卸下。
休息一下，让我的手。让我的手休息一下。你怎么搞的？为什么突然我这个也变宽了？对，很好，非常漂亮。来，将你的身体往左右。我踩累了，我。对，这条腿穿过来，加油。很好，再抓高，双手再抓高，你会稳定，然后你也会觉得安全。好，再把你身体往后挪。我手都抓疼了，好痛。蹲一圈，走。对，轻轻蹲一下你的这个，对了，转过来。好的，非常高，膝盖疼不疼？好厉害。还好，是不是？双手再抓高，双手再抓，抓到自己最高的位置。哇，非常漂亮，屈膝，好漂亮，轻轻的踩住自己的内侧，哇，好漂亮，很好，右手再抓到最高，右手，哇，漂亮，对，抓稳，好，头朝那边，头朝那边，好，然后把你的右手再抓高，抓到最高，对，抓直的感觉，抓住你，来，狼筐子，对，非常漂亮，加油，快点，你已经成功了，快来。空中正方位，三，别笑啊，我觉得很美啊。为什么会笑啊？我觉得很美。双手抓哦，向后。然后把你的左手也抓住右侧的吊床，往后离开吊床，核心收紧。好，然后这个腿穿过这里来，穿过来。对了，绕一圈了，非常好。哇，再抓高，再尝试。我又下来了。很好，稳定住。六圈一个马花。转一圈。哎，很好，漂亮啊！好，稳定住，屈膝，蹬住，把你的右手抓高，我抓的最高，对，抓直，手臂是直的，好，沿着左手伸出来，对了，轻轻的，很好，往前侧一点点，哎，对了，腿往后蹬，腿往后蹬，我蹬不了了，没事，保持住，眼睛看这边，把这条腿从这里面穿过来。脚底抽筋儿啊！好了吗？好些没有？哎呦，这样勒着抽筋儿。一直抽筋吗？那你放松一点嘛，不要那么紧张嘛，不要那么紧张。我能换成右脚吗？右脚痛吗？左脚这样勒着很痛。哦，勒着很痛。抽筋儿。那看来就是你的足弓平时太少去刺激到它了，知不知道？好，没关系，来，双手继续抓你的右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哎，很好。哇，穿过来，没关系。哇，加油，松手就可以了。再把你的右手往上抓高，右手，对了，好，捏住，再捏住。救命！身体出来，对，你要身体绕出来，很好，转过来。啊、好，膝盖疼不疼？不疼。好，那就躺下。是右手再抓高，右手。好，左手也展出来。哇，对，很好练，可以。对了，再后弯一点，胸腔往前往上推，眼睛看你的手，往前把你的手微前方的感觉，保持3、2、1，好的，踩进去。哎呦，别放弃了吗？
人家已经睡着了。再教你一次啊，你再不好好学，我不教你了啊。左脚向上，对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向啊，把你的这个脚再往前走一点。完了，我动不了了。哎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啊，再把右手转到对的，好，记住，然后把右脚也抬出来向后。哎，这个位置绕过来，对，边形啊。非常好，来，再把右手抓高，身体往后，哇，我脚真的，加油，对，漂亮，我的脚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的脚，别害怕，两个这个脚不对了，脚为什么？你有小腿抓高才能更稳定，对不对？对。没奖，什么奖？赢了没奖，输了也没奖。赢了没奖，输了有惩罚。真是自闭。啊！火箭沉底，给你打开你的茧，撕了，把你的茧给撕开。哇！火箭沉底，哇，好厉害！我要抽筋了。准备开始了啊！好，好了，双手抓吊床。双手向下滑，滑到最里端，最里端。好，左脚向上，双手抓高，腹肌收紧，下面的脚尖垫起来。玉足。上吊床，双手再抓高。对的。好，把你的身体向后倒，离开吊床。哎，对。太棒了。加油，继续绕啊，绕你们的两圈或者三圈。我的脚，你这样搞的，我的帽子，我的帽子。到上车以后呢？我的帽子。好，右手要抓高，左先好，右手要抓高。仙女下凡，要这样屈一点。不，仙女下凡，对。仙女下凡，火星收紧往下，对，脚尖立起来往上走，回到吊床上。很好，双手再抓高，火星收紧，好，抓稳了啊。好，把你的身体往后倒，离开你的吊床，然后从你的后侧绕进去，一到哎，对，好，绕进去。好，右手再抓高一些，让自己稳定啊。好，然后再离开吊床上，好，把你的左手也抬起。反了，不反了，家人们，今天直接摆烂了。小黑、小黄、小黄，三个人当中的啊，我是小绿。小绿，小绿，恭喜小绿！左前，前天儿，主要是他的完成度比较完整，他的完成度是比较完整的。好，我们第二批是小黑。啊！哇 ！Hello， 这是我。小粉很棒，小粉要加油！我直接滚下去。小黑和小绿之间啊，还是小绿战士。小绿，哇，这都可以。嘿，哇，我是小旋风。我现在做什么动作呀？你要爬上去，然后你要把你的啊，来报名。我，反正学就对了。好，脚伸出来，滑下来，在这个位置开脚，可以的啊。好，身体站到吊床的中间，你跳回来。我这样子走吧。好，对，双手抓高，你才会稳定，核心收紧。好，屈膝，把你的两个手臂向前，还是抓住的啊。对，好，然后屈髋屈膝，好，把这个两个脚踝落进去。好，稳定住啊。好，没稳定住。好，把你的左腿。双腿往后跟嘛，双腿往后跟，太脚了，落一下，对，啊，落脚都可以啊，不要害怕，太麻烦，开始了哟，刚刚只练习，现在给你拍照，加油，真的只练习，没拍吗？刚刚，啊，举，表情，表情让你面微笑，然后柔和，双手抓高，哎，对，然后屈双膝。抽一脚腿出来，因为脚尖往前跑，脚尖往前跑，脚尖往前跑。
微笑。往后倒，双手抓高。有。屈双手。哇。好，就在这个位置了。哇。如果你还想把它打开也是可以的。可以吧？手背落地，手背，放松头部，放松头部，不要用力。他眼睛死了。将你手往旁侧放，直接朝外侧。在下面的感觉就是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哎，我脚在哪儿啊？我手在哪儿啊？啊，你其实已经做到这个体式了，那你就来吧，来做。不要。双手抓高，很好，打开双脚呀。这行？你怎么自己刚刚会，现在被我们一说就不会了，是吧？不要往后打，双手抓住。好，双膝上两侧打开，对，很好，慢慢滑下去，放松，就这样就可以。Spiderman， 我最后打开双手就可以了，放下去，不撑它，放松就可以了。往两侧，乖乖，往两侧手掌。好舒服。对的，然后。你的双腿往两侧打开，不用害怕不会掉，对，脚尖碰地，非常漂亮。哦，真的，可以的。加油！好，哇哦！太帅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下一个是。好，下一个。我就买了一堆蚕蛹。我去接工作。好吧。老师，这个动作，我觉得这个动作。我家里面应该很好看的，但是还是要靠臂力量。好，其实前面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伸展。手臂的力量，右手抓稳。哇！哎，谁来呢？祖先吧，他今天的冠军。对，谁的手臂力量可以就可以做这个，只是他没有那么懒。然后是上。你的蚕蛹交给我了。哇，天！哎呀，怎么做啊？天啊！先从这边做，加油！好紧张。好，坐进去过后，然后把你的左脚绕过去，对，加油，绕过去。哎，对了，睡了，加油。好，双手去抓住你的前面腰嘛。好，然后把自己的脚。像左指，慢慢的，右手伸展出来，身体向后倒，加油，手亮相，手出来，哪只手？左手。右手抓高，对，快点吧，快点，身体往后倒，手，漂亮。还有哪两个？小黄和小白。你先吧。给我做呀！哎，
好了，我成功了。哎，找到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屈膝，双手伸中央，屈一条膝盖先，屈随便哪条膝，屈膝落下去。好，另外一条屈也屈落下去，直接落到滑床上。好，另外一个屈膝，另外一条腿也屈膝，对。OK， 成功。完了完了。然后慢慢的尝试把你的这个。双手抓高，双手先抓高，先抓高，还没有做那个动作啊，稳定好，这里。我估计连这个都做不了了。稳定住就好。哎，卡住他呀，卡住他。哎，这音乐王子杰，王子杰，王子杰，王子杰。难度最大，是核心和手臂力量，这个有点类似，但是会比他那个难一点点。对，比他那个难一点点，最难的。来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加油，哇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加油！我教你试的，你看傻了，直接。稳定住，放松你的手臂，尝试把你的右腿往上滑，这只脚慢慢放松，对，慢一点，没有，双手向后，怎么向后？感受自己去抓你的脚，但是并不一定要抓。好，双手臂向后，哎，对，漂亮啊，稳定住，很好，脚背发力，拉手，三五，啊，脚尖拱直。拖着你，哎呦，慢一点，哎呦，哦，你要不要？我是王，我是王，哦，这样，咋是这么对我？就这样，差不多了。OK， 放开我，啊。这方是什么事儿？他的脚吗？别动我的脚了！走！这是什么吗 ？OK， 来笑！3、2、1。第一次在天上飞，很费力，对。我学到了怎么在天上飞。他还是精神。这我觉得有点累。最痛苦的是，就是你摆 pose， 你得坚持那几秒。对。我最痛苦的是我头朝下在那倒立。倒立的时候眼睛脸都发紫，好像这个真的也都憋红了。就是我那个动作，就活在跟我陈俊明一样，对，我那个动作，陈俊明，我想必须来一个动作，必须，陈俊明那个动作必须来，我觉得陈俊明可以再来一个难度点的，对，让王文杰来那个，那这样，王文杰来这个，来陈一鸣这个，下次我陈俊明像猴子一样直接爬上去，他直接吊在那杆子上。那陈老师，你从一开始你觉得自己做不到，你现在做到了，你说这个情绪上面怎么变？笑死我！行，一直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放弃了，一直。我觉得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很奇怪，我觉得自己做不了，但是却做了，对，但很费力，特别费力。大家最喜欢你的课还是空中瑜伽？我爱这个。我把体能课改成这个吧。把体能课全部都改成这个。我去公司那么简单的教室。对，我们公司就改一下这个教室。反正我到教室那么多，我们可以改。先拍祝他们好运，祝他们。对，兄弟姐妹兄弟他们加油！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哥他们一定会玩很开心。我跟他们说，他们会掉在上面，然后吐了下。我相信他们可以。来，哦，好，找到自己的吊床啊，适合自己高的，就是这里还有不一样的高低。好，我们先举。之前上过空中没有，大家？没有。上过，但我荡过秋千。
哦，大过秋千是吧？对。那我们先跟我们的吊床做个熟悉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哎呀。我帮你听啊，你看清楚了。我听了。现在体验一下，是不是？超过了。听我说一句，对于空中瑜伽，大家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不害怕。害怕呀，真的呀。不害怕。这个恐惧的感觉。我有恐高症。对。哎，那你有恐高症啊？不害怕，不害怕。我恐高。告诉你们一个秘诀，就是如果真的害怕的时候，觉得它不稳定的时候，就记住一句话就好了。大叫老师。打死不放手。哎，对。大叫老师。老师。打死不放手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老师。害怕的话啊，如果恐惧的话，觉得自己不稳定的时候，就记住一定打死不放手，然后听老师的口令慢慢下来就可以了。抓住它，抓稳，双脚打开，跟自己的髋部同宽。太好了。好，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双手臂向前推，臀部往后拉。对，稳定住，稳定住。好，抱歉，张一然。我是虾米，我是瑞姐。好，稳定加油，稳定住。你前面给你抓住这个，呼气，来，呼气，呼气，抬起我背，低头，把自己立起来，反胃嘛。好，吸气出去，把你的背部延展，感受是平直的状态。好，呼气，含胸驼背，低头，一节一节地朝上，感受自己的双腿是垂直地面的，垂直，双腿垂直，左脚脚踝的位置，上下左，哎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坐在你脚踝的位置，坐在脚踝的位置，拉伸课，先帮你们拉伸一下，好，双手在副吊床的两侧，抓高跟自己的肩膀，你抓我说的。陈俊明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太阳发射出来，张扬，飘。好，双手张弓箭，然后硬，是吧？很好。好，不要动了啊！现在，哎呀，抱歉。现在位置稳定，左腿往前推，然后的脚先立起来，对，自己的位置。不行，痛痛。没关系，核心收紧，腹部收紧，胸腔往上推，胸腔提起来。对，手臂伸长，好，吸气收回来，上游，这妈呀，伸长，好，吸气收回来，上游，这妈呀，伸长，好，不要忘了，现在只是一个动作，要让你们去拉伸一下脚踝的肌肉，来，稳住，你的你状态，我真服了，把我干嘛？谢谢你，小锁呀。右脚脚垫垂直向前，稳定住，来慢慢的向前推，后侧的脚垫垫起来，好，吸气收，腿蹬直，时钟蹬直，胸腔往上提，手臂蹬直，啊，你的手臂蹬直，我一臂蹬直，对，再来，慢点，三，哦，好痛，再来，继续四，最后三，二，一，好。舒服，慢点。好，慢慢的往前推，走。后面的推啊，后面的推。好，吸气就可以。再来五个，小红五。五。再来收回去。四。罗浩，你撇什么？加油！陈明下注了。好，推出来，小心。哇哦！我回去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呼吸走。对，很好。还知道呼吸，还是很难的，还知道。好，停在这儿，好好笑。你们两个真是，你们两个真是那个。我告诉你们，垫子上面它是不会滑啊，没有那么滑，所以大家要稳定住，不要轻易的跑到垫子外侧。OK。好的，好，下一个动作。弄成不听使吗？你把这个弓吸。哎，很好。好，然后把我们的膝盖窝，左侧的膝盖窝坐进来，
这个多简单。这个简单，对，这个简单。核心收紧，往前推。稳定说，对，手臂抓高，还有手臂抓直，手臂是直的，脚尖继续往回拉，对，对，很熟吗？很好。好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不动。好，我们站到吊床的前侧。这样。对，面对我，还是面对我，在前侧，在前侧。你把这个，对，转过来啊，面对我，对，对的。好，双手来，双手从你的前侧绕过来，对，抓住你的吊带。这样。从内往外，从内往外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 ，OK。对，哎，对的，坐下面对我，哎，就是站到对面前面这里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怎么搞？好，身体垂下来，腿都直，双手下两次来，哇，小定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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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我弟说，我还有一个动作，大哥，对，腿都直。脚掌踩入地面，屈膝，屈髋，往前。哇！太痛了，感觉痛的，飞出去了，对，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。啊！哇！啊 ！Oh my god！ 收回来，不行。对，可以向前一点，乖乖，你可以向前一点点。哎，不要太向前了。不是。屈髋向前，不要，加油！我也是，膝盖要小心，疼死了，你好痛啊！才做一次是不是？还有两次，哇，好痛啊！加油，你不要害怕，把手收回来。我已经缺血了。好，然后把你的右腿伸起来，双手向前，加油，自己慢点，回到自己。好，吸吸，再来，一，很好，再来，然后呢？向下抓到最高的位置。好，准备，准备，耶耶！怎么？哎怎么？哎怎么？双手抓高，对，把你的右脚向前，然后绕过来踩进去。OK。好，左脚向前绕进来踩进去。哇哦！不是，兵马俑。双手抓住，乖乖，对。这里要靠大家的手臂力量。我被挤住了，我的脚好痛。大力士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这是蜘蛛侠吧？我的天，寄居侠！等一下，我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怎么停住的？觉得是袜子问题，袜子太滑了。对，老师，我把袜子脱了。什么东西？始终站到最高的位置，双腿都直，保定好要转。等一下，我疼死你！还转向？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啊，怎么起来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缠住了，我下不来了。等一下，我缠住了。我现在怎么样？对，哎，不是，我真的，怎么？对，然后你伸手可以延展。等一下，老师。入地，嫦娥。哎，嫦娥奔月。对。
它是不是会滑下来呀？哎，你要撑住啊，你核心和腿部的力量要把它撑住。对的，好的。只是往里面往外，老师，往里面。从里的，从里的。我脚掌好痛啊。外侧往。外侧。啊。外侧往里，照顾。哦，等一下。坐下。啊。啊。啊我要滑下来，核心收紧，别动，打开，左脚，右脚，等一下，左脚，右脚，滑，左脚，哎呀，开始，你，因为第一次踩住了不稳定，然后再还要踩一次会不够宽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要靠你的核心收紧，行了，我手不行了。我不行了，我手撑不住了。你们怎么开的呀？什么？你这样怎么开的？你把你脚这样绕一圈，你绕一圈，这边再绕一圈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过，我飞不上去。还是这样比较好玩。好，核心收紧，脚跳吗？好，往上。我还是想化成一个蚕蛹。双手抓高，明白。这双手也是抓高哈，一定要发力，一定要然后把你的腿往前。手全红了，没有一个人成功。青蛙。好，双手拔高。对了，好，我立住，然后这条腿从肋往外。等一下，我一脚给你踹过去。我又开始，我控制不住了。好了，你好。好重啊！好重啊！你觉得自己好重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再往上走。好，打开。对。啊！又下来了。我吓人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哥太打开了，来，你尝试一下。来，你最近再练一下，就是刚才学第一个，然后就开始做了吗？好，扭髋，扭向你的。不要弄。扭向你的左侧、右侧都可以啊。屈膝，扭髋。扭髋，扭屁股呢？这样。一下，往你的左侧。扭胯。耶，脚不能落，脚不能落。等一下，穿点力气。现在就是扭髋内部了啊，屈膝内部了。我不行了，我认输，太难了吧这。然后呢？这样绕。哎，对。好痛。然后再把它蹬。我蹬不直。然后再蹬了之后呢，老师？靠你的核心和手臂，这只手延展出来。害怕的话，好，如果不害怕，当然我觉得你们还是抓住，一只手抓住。不要。但是这个好矮呀，老师。我们在你们对面看着你们。但是这个好高啊，这个。可以。把双手抓高，再上去。哎，加油！再把你的双手抓高，这样会更加稳定。右腿，对，从内往外去把它勾住，勾好了吗？好，另外一条腿去勾住，加油。站住了吗？这是反的，对。我已经抓到这个了，加油，非常棒啊，都可以啊，你三个加油，很好，双手臂继续抓高，然后这个手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抓不高了，让自己稳定住，好，扭一下髋，我直接算扭了吗？我感觉算扭，然后换脚，换给贾老师是吗？是啊，哎对，再屈左膝，屈一点左膝，内左右手要抓住啊，有一只手是抓住的，抓稳，这个手，那就算了吧，那边是吧？都朝这边。好了吗，老师？我感觉我的脚要掉下去。我也是。
哦，算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坐下。哇，这太痛了，主要是勒的痛，我的手。我知道很勒。哇，好，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。笑死了，我桌子打不开。加油，对，先上吊床。上。对，上手抓高，让自己稳定。哎，很好，腿从前侧往。哇，怎么打开的？啊，我干嘛呀？上手。喊着打是什么？对，打到自己最怕。不要害怕。抽，他会抽。抽筋了是不是？对。啊，掉了！你有机会拿第一名哦，加油！但是你要好好做，再把怎么弄啊？哎，对，好的，成功。然后，好吗？然后录下来。我的音乐还好吗？张子熙。住啊！张一然。教授，我这样进来。我怕待会儿没力气了。对。然后换边了哈。哎，我进去了。然后呢？这个手。不行，屁股抽筋，好的，好痛啊！恭喜我们的小南。哇，好厉害！对，都很棒。你看有谁那么装一种？什么？抓一抓。好了，现在第三环节是要拍一个制空照片，每个人都来一个哈。制空。什么？制空照。老师教。好的。他制空上面就是这个了，虫卵造型。谁的手臂力量？虫卵爱豆。其实就在这个坐姿位，然后这样子接上。陈一鸣笑死了。但这个特别简单，适合。滚！出来了，我放你出来，别动，来抓！我，你别动，你把腿射，等下砸了。这个不晕吗？真的是不晕吗？妈呀！别，吐不吐？好吧。妈呀，慢点，人呢？笑死了。谁没说全是星星？好，然后把你的双腿往后蹬，好，然后把你的一条腿直。老师，这个是最难的吗？老师，这不是最难的，最简单的。下来的时候就直接落下来。这个你会这个吗？你看到？最难，前面这最简单，最简单的是最后一个呀。那个手臂往前推，往前来，就你的两个手臂不是袋子在你这后面，对，手臂往前了，好，对，侧一条腿出来，加油，哎，对了，加油，继续，后面一条腿继续蹬，脚尖绷直，再往后推，推直推的，等一下，还要滑，哎，就是再滑一点，让你后弯更漂亮一些，来，来，做一下表情管理，出来，然后手滑一点点。我胳膊了，妈呀！哇，他这个好看，我感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这只手去抓高了啊！好，因为我的右手要放掉它了。哇！好，可以的话，来尝试把我们的左腿向下露。有。也可以，伸直也可以，这只手可以伸出去。这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坐直。哎，上方，这不一样的东西吗？就这样去落在这个位置也可以，双手向旁侧来。这是什么？让自己稳定一点。往，身体立直一点，尝试。哎，对了。我要
站，快快给我站。哎，对，很好。这边这个呢，你也可以屈膝。哎，这样可以哈，身对的，感觉自己像一个九十度。你再转，你再转，太好笑了这个。哇哇妈哇！两个重来，重来哥。OK 了 ，OK 了。你们站吧，站站站站站。这舒不舒服？你要好晕啊！我死了，好晕啊！哎呀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呀！停，慢点慢点，转一圈，爬上去，再过两三十年，他往后移，太多了太多了，不用把他头包住，要让他给我慢慢的哎延伸出来。这什么姿势？伸直腿。好。OK， 我有新发型。哇！我错。哇！不要害怕，不会掉下去啊！我托你住。来，双手向后合十，合十。啊，好痛啊！这个叫十指交扣，合十就是对。他就是你的耳朵，这还滚。你们拍完了吗？王璐姐，你拍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他可以摆，对。就差我们两个了。美人鱼，美人鱼。好的 ，OK。天哪！天哪，这个，对对对，脚掌向上，很好，然后落下去，双手肘，王俊熙，哇，王俊熙，哇，我要这个，刀力哥，脑充血了已经，对，很好，保持住，好，三，二，一，好。今天怎么看见王王姐的脸了？只看见一个屁股。哎、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双手在胸前合十，向下稳定啊，靠自己的稳定性。哎呀！别这，别疼。你在往上呢。暂时，手臂拉高，手臂拉高，手臂。别这。我要往里面躺一点。稳定住。不稳定，你这样不难受吗？这个头发里面挺舒服的。先拉高稳定，先稳定，是的，很好。好，往上一高。暂时，手臂拉高，手臂拉高，手臂。很好。如果说你害怕，好帅，拉直。加一下劫匪。好，这是手。对的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好，双手抓高。这怎么不好抓？对，好，站好啊！火影忍者。可以。辛苦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，谢谢老师。加油！好晕。文浩哥哥。第一张。我在不掉，我在不掉。喝吧，哎呀，你喝酒，哎呀，三二一，你没够他，妖娆，妖娆，三二，燃呢，三二一，笑，来，大家说一下这节课之后的感想吧，很累，想吐，很有趣，好晕，想吐，我也是，我转两次，我一直在转。我要是先放小陀螺了，你最可怜的。重来。就是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来试试看哦。有没有最想推荐的人？硕熊。黄硕师兄。硕熊，硕熊。硕哥，我们提硕哥要提。毕竟硕熊他小时候也会倒立嘛，我觉得他可以在上面倒立。肯定有点基本功的，来练一下这个，真的。
很有用的。对，除此之外给家人啥推荐的话，你们会说它有什么优点吗？哎呀妈呀，没优点，还有什么优点？痛，有点好玩，可以让你瘦。体能课在一起相比的话，更喜欢哪一个？这个、哎、体能课还体能还是太累了，这边体能。嗯，然后你们在做这个的时候，觉得最难攻克的一点是什么？手痛，脚痛，脚痛，手痛，手痛，脚痛，脑子痛，脑子里面一片空。哦，你还想压上是吧？拜拜拜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陈一恒，我现在下课了。对，我这次是第一次来重庆，挺好的感觉，不是那么热，天气挺好的，偶尔会热一点，但是我觉得重庆的火锅就是美食都是辣死了，我感觉我接受不了，对，我是吃不了这些辣的。我在杭州能吃辣，在这里重庆一点辣都吃不了。我觉得来这里跟小伙伴们挺好的，玩起来挺好的。对。
装深沉，怎么按时等到老歌时，忽然也慌了神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爱真的很简单。就是那种痒痒啊，又想把它那种敲一敲，让它不痒，但是牙齿互相咬起来，上面门牙就很痛，然后其他大牙有点痛，现在就是进退两难，然后喝水这些，喝着也很有那种鲜血的味道，然后平常。摘牙套的时候也很痛苦，然后上课的时候已经很努力的在集中注意力了，说话都有点说不清楚了，不过会坚持下去。比上这个走的好多了，对，没错，有进步，没事，有进步，你至少可以顶着走半场去吧。他至少可以顶了，只是你的头太远了，对，他是头太远了，头太远了，离离原上浮。我们头比较平平，优秀学员展示一下，我是才优秀学员，老师我是第一个吗？不会，但是第二个谁？第二个没觉得自己是优秀学员的举手。我们现在比拼看谁。谁走最好？哎呀，等一下，老师最优秀。等一下。对，先他优秀，优秀。先他优秀 ，OK。三二一 ，Go。直接跳。那不行。
笑。那老师对不起啊，我们一定要。那我们先跳回来，跟老师再来一下。我们一定要看谁先跳，谁就是最屁的。三二一，走。别笑了，他不是对不起啊，他笑了。怎么还不能笑吗？他笑了，他笑了就不是对不起。一，笑了就是不是。行吧，志远，志远，我们都是优秀学员，都是优秀学员，行吧，我都是。坑里看有盘钉，坑外长着一老松，松上坐着一下鹰，鹰下坐着一老僧，僧前拧着一盏灯，灯前搁着一副经，墙上钉着一根钉，钉上挂着一张弓，说刮风就刮风，刮得那男女老少难把眼睛睁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绑在板凳上。
啊，我讲，谁呀？是。你吃完了，我先来，我们快点来吃。哇，有效！你看，你第一个癌变，你好，你讲，好，讲起来。这个模仿影片看到的是吗？他模仿的不像。我不相信你的实力。你们俩这边对面，我听不见。那是什么？首先这摄影机。你们俩坐近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左希涵。Hello， 你好。这个偶像，哦，有点恐高，他有点恐高。等一下，谁会急救？你们让我们离去。滑板吧，哇，好硌呀！哦，他们脚好像是在这个上面。我这样子，真的，我靠，我的手抖吧。一定要检查气压棒有没有裂缝，然后用金属。好金属，哦，它就是铁，那也行的。扁了，一点都不过关。我杯子扁了。哎，神经卡顿了。是你太轻了吧？不是，他这个搬都搬不动了。有点搬坏了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我家里那个你根本搬不动，因为我力气太小。你为什么突然哭成这样子？哎，我好难过。你一般会怎么酝酿你的眼泪？你刚才不会是在戳你自己眼睛吗？我在打哈欠，就这样。就是我一般就是一打哈欠就会有眼泪，所以呢，我就抢先打哈欠，就张开嘴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开始打哈欠。爬出来了，给你们看一只很大的，在这儿，巨大无比。家人们，你可以先把它放下，我抓着它。没到，我拿放大给你看。看到了吗？你看到？这个东西不适合我看，然后这个。哇，这样拍我还怪害羞。我跟你翻一下我的笔记，就是之前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笔记室，好吧？你让我哦，看一下，看完了？没看到，再看一下。就是勾花。